米拉马，米拉马，米拉马，七点，没有起点的，没车你就挨撞了，撞就完了。然后雷，有雷的，有雷的，雷跟车，可以。汽油，汽油要开。四。呵正常的服人时间好吧？友军伤害。寡言，你个渣男，寡言。开友军伤害了啊！三倍摩托车，好好好，倒了三倍摩托车。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哎。我队里来了个谁啊，这不是我队的。我说了你们这些组队的都不靠谱的，到最后不也是自己出卖自己队友，被寡言跑到后面打药去了，你们不是傻逼吗？来这个谁啊，你们汽油，汽油，汽油拉高一点里面。拉我拉。弟弟。哎，还有一场巡游赛，什么？快来！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还有一场摩托车赛，快点！摩托车赛，快点快点哦！别跟我说话，就你害死我的！我现在队里又少两个人，一个掉了，一个没进得来。图图啊，图图啊，图图啊，你门牙真好看。谁家谁家假牙的？三级门牙，图图可以啊。图爷呢？图爷在哪儿？图爷，图爷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这个光头，你才光头呢！光头。我操，图爷，你不仅兄弟，光头。有点过分啊！你说，你这个逼。什么呀？刚才不是我说的，谁他妈偷我的声音？兄弟，你这么说说话，你就多说一点。这嘴巴是不是抹了蜜啊？哈！我是口吐芬芳啊！我是你爹。他是你爹。我是你爹。我是你爹，我是你爹，我是你爹，我是你爹。我刚海报，我知道是你说的，别装了。刚刚我是你爹，是你说的。不是我说的，不是我。就你说的，今天我听不出来是不是？我说的，不是你爹。你是我爹，你是我爹，笑死了！我是你们爹，我是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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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。海报，我们说好的啊，海报约好的。林北飞舞，好的好的。林北飞舞，林北飞舞，林北飞舞。我你爹，我你爹。所以去哪里？东东，东东。喂喂，我是海报，来皮卡多，我们决一死战，好吧？我是海报。你是光俊，我是林北飞舞。皮卡多，海报垃圾，海报垃圾。喂喂，我是光俊，我是傻逼，我是傻逼，光俊，看到了不舒服。老姜已经没了。他不是很狂吗？死的也太快了吧！这就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有对伤，这把有对伤。他妈的，真是难受。我今天点赞。我他妈拿20个绷带，我也是脑子有坑。绷带打得起来吗？我觉得拿闪光弹好。在开车的时候给他一颗闪光弹。然后可以，我捡了两个闪光弹。然后闪死他。波动，你怎么还没有没有手雷吗？有啊，有手雷啊。什么都有，有了烟雾弹都有。他烟雾弹拉到最高没拉手雷，所有的投掷物都有，有我他妈有两个烟雾弹，两个手雷。我们可不可以急死啊？哎，我听到有车声音，我听到了。我要把音乐关掉，因为这个要听车声和雷声的。两个，这城里面有两个，有两个。看他走不走，看他走不走。他们说二八来了。停了，在这儿。我觉得他应该还有队友。换了台车，换我摩托车开走了。我操，没炸得下来，没炸得下来。我这个要是精准一点，我跟你说可就牛逼了。我跟你讲，知道啥叫牛逼不？就是开车过程中我把它炸下来了，懂不？又来一辆车，我可以炸他。他们人在哪？先放个燃烧弹，哎，送，哎，哎，打到。
走了。哎呀喂！应该往后面炸的，喂，这是个笨蛋。走了。他们都去哪儿？我真是一个笨蛋。我要拿锅打，锅屌一点。锅刀的伤害很低，他们说。东东你被炸了吗？你怎么不讲话呀？我自己炸了自己。东东你可真怪不得他不说话呢，要我也不说话。东东有人去找你了吗？两个人。那在哪？哇，你那么远，我怎么去啊？海豹死了。死得好呀。海豹就死了。他们还撞死一个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撞死哎呀，东东你怎么被？哎呀。啊！撬棍，他在我脸上扶人，快！我没车啊，你们去得了吗？我正在他，我脸上两台车在扶人。扔雷！我往后爬，你扔，快！哎，不饿了。完了，我们队的主力又没了。完了。哎呀，攻击队友太过分了吧？这没办法，两个雷。Nice。没办法了，你的牺牲是值得的。好过分啊！那我这牺牲是值得的。给你上个烟。我们队又死了一个主力。给东东上个烟。这牺牲是值得的，给你封个烟。这两个是谁啊？突然跑到我这里来撞我。好呗，我只能跟着你了，好呗。怎么到处都是车声啊？有车了，有车了。好呗，快来。自己人。我们一会儿。哇，我这来的不是，我是三级包挺多东西的。我七个烟，我他妈拿那么多烟干嘛？那两个人是谁啊？怎么这么潇洒？啊，又来一个。好像辆摩托车，蹦，又来蹦蹦，太傻了。你在干嘛？炸他！这人也挺。小娇这里有二级包，我有二级头。谢谢硬喷的小飞碟。他们好像回头要揍我的意思。谢谢小飞碟。哎呀，我没手榴弹了。我手榴弹全丢完了。我还有一个雷。哇，我丢了好多地方，全是烟，没有一颗雷。你我他妈，走呀！我要赶快开车啊！拦我干嘛？真的是。碰瓷你这个人，是你他妈的，是你先告状咯，啥事不干就知道碰瓷，没有枪比我多，嗯，真难受。 Hello 哎，这里有辆摩托车。李波，我有蹦蹦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这。刚刚飞过去的是飞哥。不要点了。我们走吧。走吧。我们的车呢？我们队伍的人叫太快了。一换二值得呀。就掉了一个。值得呀。一换二。值得。那，我觉得不值得。啊！我不想，啊、我们本来你们想，本来人就少了两个，然后我们还要去拿一去换人家二，我们一应该抵人家三或者四。导播，我有个车，蓝那边暴毙四个，蓝那边队只有四人了，那我们五个人也差不多呀。找他们杀吧，或者躲到决赛圈也行，我们再去搜一搜。哎，过来，我想坐那个摩托车。决赛是谁呀？不过是你的人吗？来，对，绿夏过来，绿夏。我这边有两个锅，有人来吗？给我看。上车啊？怎么的啊？我开车你就不上啊？哎，他在不在歪歪啊？他在啊，他就，他为啥不说话？哎，我忘记开麦了。
哪个点、啊、有没有开摩托车把自己摔死的？刚出来投奔我，他们知道我在哪吗？我们跟海豹队是结盟的啊、哦！那炸红眼了，对啊，我在这里等他，你告诉他们，我在这里等他。其实还没有个误伤的时候。这里是哪呢？我想搞辆摩托车过来。娇娇过来，带我去找辆摩托车走。怎么的？你不能给我一辆摩托车呀？不是。哇，四倍镜有用吗？这个、不是车多比较好吗？你撞雷上是吧？你撞哪儿？撞雷上。我这里好好、哦，一个手榴弹，一个烟雾弹，一个。不，带我去找辆摩托车走。找你妈的不去。狗东西真的是。我好肥呀！我真的好肥。有燃烧弹吗？我觉得燃烧弹特别好。我有燃烧弹。我的油想丢了。海豹队只有两个人了，哪两个？哪两个？我在这大平原上还有人能炸死我不成？我们在这里等一会儿，等一下光去他们。车给他加个油。正好我们队缺人，让他们队加入。然后再把他弄死。怎么能这样子呢？我们不是那样的人。嗯，偷偷摸摸的。光去和谁啊？狗哥你的车呢？我给你加个油。我有油，我有一桶油，你给自己留着吧。我有三桶油。噔噔噔噔噔，我们是最悠闲的，我们远离城市。我有五个震爆弹。有人来打我吗？我妈谁啊？六个烟，两个闪。飞哥满地图找我干啥呀？绝太圈就封烟呗，以为封烟就没有别浪费。我2080太不怕任何攻击。哇，哎，哇，掉血的！哎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不是有队友伤害的，哎，要是没队友伤害，别浪费雷啊，哥，雷很少的，我身上就一个雷。我两个，那还留？那分两个。不要五个雷。光局来不来了？来走了。给一个。他们来不来了？他们去 C 层了。对呀、啊。来搞个雷。我要打决赛圈，我就在决赛圈中心点。我才不要每次中途死掉。对呀、啊，不给你，给你浪费。呀，你下车。给我。不，下车我没地方坐。给我。给我雷！刚是有五个雷的，给我两个。哎，给你一个，给你一个。两个。啊！给。呀，你这个态度，哇！我真的是，我掐死你。他质疑你，你不要拍我，拍我后面的。哦。你们知道我有多少瓶药吗？两个大包，三个纸箱，四盒饮料，一个针，十五个绷带，一桶油，五个烟雾弹，两个震爆弹，三个手榴弹，两个燃烧弹，五个大包，两根针，五瓶饮料。我刚刚丢了七瓶。为什么你们比我更肥啊？我刚丢了七瓶药。七个大包，四瓶止痛药，六个饮料。八瓶药。来，给点药，给点药。来来。我装不下了。拿雷换。哎，操你妈！哎。哎。想坐我车？哎，你不拿个三蹦子，我偷了一个两轮子。别把我的摩托车偷了！郭哥把我的摩托车偷了干嘛？没偷，我给你放好，怕炸了。哎，光宇他们来不来了？不来我们走了。哎，小夏，你他妈过分了！哎，我两个包太少了，你们分我两包，我就两个包。我分你三个。来。给你十个绷带。不要绷带干什么？不要。哎，他妈的剩下、哎。那里有人。嗨嗨 ，come here， 嗨。他们是谁呢？去哪？到了吗？李博，你知道我最牛逼的是什么吗？我要打决赛圈。
啊，我给你看了辆深色三轮子。那我们这里不要走了、啊。我这是觉得中心圈呢，为什么要走啊？为什么不去多捡点雷呢？绝代圈不够用呢。哦，对哦，我也觉得。可是我怕待会他们来了找不到我。谢谢硬撑的100个小飞碟。谢谢小飞碟。哎，那边，哎，那边好多人。哪边？我要跟他们一起。我看他们去哪，我也跟他们去。我听到车炸的声音。来，后面来人了，后面来人了。Hello，Hello hello。我操。Hello。你看人家这队多刺激，我跟别人玩去了，我跟别人在一个队去了啊。啊啊！我混入别人的队里了，我已经。哎呦，他们攻击了！哎呦，他们居然攻击我，那不跟他们玩了。呀，撞死你！嘣！哎呦，居然有人想对我扔雷，不好意思，我不会让你们知道我想去哪的。甚至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去哪。呀呀呀呀呀！哎哎，雷雷雷，别抓到我！哇，这些人带两个人是有原因的，是不停的甩雷啊，在这里、啊，我靠，好阴险、哦！用三棍子甩雷，三棍子甩雷，好阴险哦，他们。嗯，那队是哪个队啊？刚那个是哪个队啊？不知道啊，我一直跟着人家。悄悄，你来看三蹦子，我来坐旁边甩雷。坐摩托车，三蹦子不好甩。那，我把这个车扔了。旁边，我坐你的三蹦子上面，我甩雷。不行。那我开你的车。那所以我就被抛弃了吗？我想把命运掌握在。你能甩雷吗？看一下，你不少了个队友吗？你们没觉得少队友了吗？可以。但他妈老子就一颗，不是啊，用摩托车可以甩雷的，不用三分子啊。用摩托车也可以甩雷吗？哎，我们进圈，摩托车可以，摩托车友们，朋友们，真的可以吗？我甩不起来。可以。我甩不起来。你看剩下，现在丢雷，剩下。哎，真的，好呗，上车，上我的车，上摩托车，你看，我丢雷。哎，我上错车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别走，我没上呢。我不可以。我没这个防区啊。我就开着摩托车乱逛呗。哦。为啥一定要带防区呢？其实带防区也不是不行。来人就狂轰。哦，看到山上有人了。炸。丢雷啊！丢雷啊！我不会丢雷啊，在摩托车上，刚刚丢烟可以。他们会扔雷炸我们呢。关键我现在还不会丢雷，好呗？我们先去一个地方，把这个雷怎么拿出来？剩下你看看丢个闪光丢吗？你看看闪光弹能不能丢？剩下你看闪光弹能不能丢？我这个会了，可以丢啊！哎，坏了，来啦！坏了！丢他！你别捏太久。没用，这个车上根本没法人。你这开车摩托车都把我转晕了。哎，要不我给你我开你捏吧。别，还是你捏吧。波哥要死了，大家快来看！我跟你说，蓝战飞，我操，蓝战飞！来车，去把蓝战飞搞死！搞死！上车，上车！别，你那车要撞了，你那车。放雷！我没雷了，我有雷。把他压死。来，剩下上车。是
不是上错车了呀？对，我刚才要把车卡着，我就给你拍了。我跟你说，刚刚卡在兄弟，你谁啊？兄弟，平底锅，平底锅炸他，炸他！没雷，没给我雷。哇！喂，来，我给个地方给你雷，把他压死，把他压死。来来，立伟，不就想雷。哎哎，不对，立伟被立伟。你要猜猜停算了。哥，你别走吧，你别。丢！来，对，哎，你转！哎，你这个，摩托车没法扔到后面的东西。哦，知道了，现在丢。没有了。哎呀，我靠！人类被淘汰了！怎么打我？我操！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，等等。来来来，把令北搞倒了。我们找个地方让我打个药，你看怎么样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要找个地方让我打个药，好吗？血好像很烦嘛。我把我，我想撞蓝战飞的。蓝战飞真的是狗。一会儿我们怎么打，我们直接下来用锅拍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刚刚都失了智了，我想下去把蓝德飞补死的。哎，你在上面你能扔到我们吗？雷，这个谁呀、啊、上车来了来了，上车赶紧，我都哭了。被队友杀了，你被谁杀了？我被我杀了啊，被娇娇撞。娇娇你怎么不是杀东东就是杀豪飞啊？啊！你把我两个主力都杀了，我为什么？今天就是个卧底。我操！你看我今天没有一场是顺利的，我的队友把我两个队友杀了。我去看看蓝德飞他们两个，哎，我看不了。我被立北撞死，被蓝德飞补死。走，找个地方再收个东西去。都决赛圈了，还收呢？没地方收。这，不要等着。还有30秒，刷毒了！你们俩确定要去？就不要点那，停下来收呗。还有20秒刷毒，你们还在这干嘛？那算了，不着急，等一下。看看人吧，让他们先打嘛，说不定最后我们自爆还能吃个鸡，对吧？不一定的事情。哎呀，我头都大了，被令北撞了，被蓝德飞补了，脑袋瓜子嗡嗡。狗哥，你这样想，妈的，三局我都是第一个死，我他妈才是最惨。谁说的？还刚死的比我快这一把。我说我们队。哦哦，我们队。你没有啊？我们队还活着呢。李波连他的意思是他连续3把第一次死。现在加个油。我因为为什么我们这里这么安静？因为我的队友都很安静，因为他们都变成了盒子。你这一把是我先死。呀，还是我聪明，坐上娇娇的车。进啊！快进！海报团灭了，海报他们灭队了，好歹我们还有两个毒苗呢。哎，然后我们俩自己把自己摔死，就秀的一击。也不是不行，哎呀，蓝战飞我手要击倒了，把蓝战飞搞死 ，OK？ 把他杀了，把蓝胖子杀了，能不能行？能行。你他妈，你卧底，你能行个锤子？我怀疑蓝战飞是穿西装的那个逼。完了！哎呦！放心，坐我摩托车稳定很。还有14个了，还有几个队伍的？
我说好跟海豹联盟了，结果海豹都没有活着来见我就死了。一剑没活多久，确实。我活了蛮久，我进了决赛圈嘞。你的灵魂进了决赛圈，好吧？哎，别一直开，头都晕了。是那个脱不下来的衣服啊？哦，他是哦，他不是卡克服，我忘记了，他是那个连帽的那个。这些人在圈外疯狂的跑。不是这个。你们能不能去找人啊？光这里开车干啥？谁想看你们俩开车？对啊，谁想看你俩开车啊？都开半天了都。主要是都在开车啊。人家一边开一边扔着雷什么的呢？你们没雷？我们没有啊。没雷。对呀、啊，你们就不要打，你们拿什么跟别人打？我们没雷呀、啊。你下车干嘛？等下，我不想去下车干嘛？来，绕树。没事。他们没那么快。对啊。风烟舔包啊！老鼠会玩。来，风烟舔包。找一下有哪里有包。刚才我死那里，我有很多雷和火。我死那里。你不早说！我他妈一个都没来得及扔，我就死了。估计全被舔了。来，没有，应该没有。刚才，快！走了，是这样。快，舔到了吗？啥也没舔，估计舔的全是换了个新甲。我不知道他用甲干什么。哎，来，叫往那边绕。好，哎呦，我靠！再来。还好不是雷，我靠！是雷我就来，前面来，丢！哎呀，我操！哎，我天哪，这个我疯了呀！这雷要扔出去啊，大哥！我先扔 nice 都是这样的呀，再来一个，等一下，剩下我教你按 R， 然后走到人堆里面按 X， 原地丢雷，跟着人堆去。有火吗？你拿火了吗？拍他，上二号位拍他，上二号位拍他，上二号位拍他，扔，从你的二号位跳到他的二号位，然后拿平底锅拍他。哎，这可以。你倒是想一出是一出，关键这个操作能做到吗？哎，这边有人下车了。哇！撞他！哇！永久的，他都是永久的。哎，别下车！你下车干什么？想拍人。你下车，你上去一，你拍得过他吗？二，人家队友来撞你怎么办？雷，直接甩。哪有那么多雷？一个暴力能有几个雷给你舔啊？火呢？为什么有人站在那里坐在那里不动啊？我开了，我头都晕了。刚刚五个车，我也晕了。继续舔包，继续舔包。继续舔，还有包。不错。啊？哎呀，晚上还播吗？我听你的呀。你就不播了吧？我听你的，听你的。啊，对对对，那是压死他，漂亮。毒来了！哎，海豹，你们队还有人活着吗？嗯，你们队还有人活着吗？你们看一下那个。早已经没活着的了。呀，我听到陈可爱的声音了，这个人还活着呢。这个，刚才那个两个人的那个是陈可爱。陈可爱和小老虎应该是。哇，这两个人。呀，这两个 CP 混到最后了。哎，有的车冒烟了，直接跟他同归于尽吧。你们把车冲过去的话，你要不也开一辆车吧？不下车，对，你也开一辆。我哪有车？我帮你找一辆。好像没车了，我外边有。哎呀！哎，这个烟里会不会有人啊？哎呦，我一直在被撞，碰车。这要开到什么时候啊？哎，我刚才应该留个雷，这时候扔，哇，爽了一逼。
开到啥时候啊？快结束了，圈马上没了。哎，说句实话，我现在有点晕的。我也是有点晕，我有点想吐了。难道不转了吗？我现在是有点晕的。可别转了，你他妈别转了。把人家撞出去，好坏哦！哎，等一下，这个、你转吧，这个仓库里面，这个，哎，这个人不动。哎，你们的车还行啊，都没有冒烟。哇，有个人冒火了。可爱一米五。哇！这个避雷也忍到现在。有个人在安全区外倒地了，太可怜了吧！夏夏，你要不要喝个饮料？我倒是想喝呀。我转成这样，我自己都晕了，还来打上饮料的？哇！哎我天哪，你怎么这样子转呢？转脑子了，哎，他冒火了，这个人。哎，你下去，这是陈哥，这是陈哥。哎，这个人冒火了，他的车。我们不能让管员再吃鸡了。雷！我还有雷啊，这些人。他们怎么这么能憋啊？我跟你讲，说不定吃鸡的就是我们。哎，这时候坐他二号位，坐他二号位拍他呀！刚刚闪光弹可以赢了。你刚刚坐那个三轮车的二号位可以拍他的，你去拍他，你去拍他，去下拍人，拍人，拍人，下车拍人。哎，他打药呢，搞他。哇，这雷是捏的真绝！狂野没死了，这个、我把你收起来了。男的没死了，你就是渣女。这个面前三梦的是我队友。别杀了女人，杀了女儿子，又杀了你爸。那现在一共还有几个队？三个。他们几个人？还有五个人，还有三个队。小老虎直接坐在行走爱车上那边的。小豆，你要炸了！哇，这个是谁？这个人是毒狼啊！小老虎还有三个雷，两个火，三个雷。哇，这个人还五个雷，这个毒狼还五个雷。呀，这个陈可爱和小老虎非法组队，你知道吧？陈可爱，什么？陈可爱的车你要炸了！陈可爱，你的车要炸了！陈可爱废物，陈可爱废物。陈可爱废物，小老虎废物，他们俩私奔了，我操！我要说对，这个兄弟说的对。我要看那个毒狼扫狗。他是他俩私奔了，我酸了，我吃醋了，咋办？哎，小六，五个雷。哈哈哈哈！牛逼！牛逼呀！陈开这个渣女，我的天哪！回来了！哇，毒狼要死了！毒狼要被毒死了，他毒死了，毒死了！我杀了我五个队友，我不是七个队友，陈凯杀了五个队友，我杀了三个队友啊！毒狼死了，哎，车翻了！这个就是你啊！老姜跟他自雷，投降吧！投降吧！陈凯，你投降吧，你看你有什么好处？陈可爱杀了你五个队友，最后一无所有。陈可爱，我要把你杀了。中判群里，渣女，终极渣女，终极渣女，超级渣。我喜欢还不如你没你。报应！没事，这把我们来人呐！小老虎打老婆了！小老虎打老婆了！
这可太凶了，这也太凶了吧。